有一种感觉叫有准半月。那个蓝绿色的树底下不是有一块小小的白色，一点点而已。就那个就是这里。还在叫吗？它还不会飞吗？怎么它不会飞的？它就是飞才能到那里，没有不会飞。它已经是成鸟了，天鸟了。为什么每次我要拍它就头埋起？不想给你拍呀、啊。讨厌！我要下班了，你们快点。来呀、啊！叫有准半月，这间饭有准吧？好像三杯比较好吃的。谁给你三杯的啊？你三杯臭狐狸呀、啊？啊！